食物是人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淡水咸水交界的海口内湾是泥憨生长的好地方，一颗颗憨子，一个个憨壳，是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要软硬适中就好了。而在福建人居多的渔村，从中国福建和潮州传来的蚝煎，以在地鲜味食材代替，衍生出原乡也吃不到的憨煎和虾煎。无咸呢，用虾来代替啦。一道像鱿鱼羹又像卤面的浓稠吃食喇喱沙，尽管名称和来历无从考究，却明显地飘逸着浓浓的福建风味。啊，有人做来卖无？因为是无人卖。村里世代相传的虾签，可以油炸当零食，也可以煮成汤食。吃起来呢，就像是福建人的豆签，单从名字啊，就足以看出食物的方言属性。炒米粉加小虾，浇上咖喱汤汁，那是渔民捕鱼归来的简单小吃。啊，我到渔村都能卖出去呀。生活本来就是平淡的。对寻常人家来说，如何在平淡琐碎甚至是艰辛中吃出食趣，活出趣味，就是一种生活的艺术。